你莫怕，安尼生，你拄着这个代志，爸爸当然是替你抱不平啊。啊，不过你抓人回来，安尼敢就我都偷你的亏啊！我一棍头掠到两个，我真正是唔惊死呢。听爸的，来人放走啦。我做拢做啊，人袂当放啊。对哦，我摕到钱啦。 少年的，听进个一句话，摕到钱，啊，不过你人向掠入，安尼有啥路用？你嘛无得开啊！相信我，等你即摆还袂摕到钱，迄罪名还无搁较严重进程。赶紧，若无我甲你讲，迄个罪该作孽，你一世人含一工，你就袂想要死啊！阿叔也是过来人，你听我的。 对啦，家总，你听话，因大官仔叫吼，会安排他先互你坐出来，啊，等到风头来过吼，你甲倒来啦。对啦，这罪名无重，咱去请一个好的律师，三五个月这件代志，就通阿母好平啊，甚至你阁无前科的。你这臭查某啊！ 你就是凶手啊，母啊！啊，你怎么是凶手啊？林梓潼，还佫，这毋是美华所来的庸碌宋丹青。原来林梓潼遐相片是家聪翕的，我煞把遐相片流出，颠倒只害着家聪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靠佮伊，紧甲这两个查某囡仔绑走才会用的。 家聪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家聪，你听这个讲，你即摆去抓着无应该抓的人，但是上好甲遮收手，安尼对大家拢好。你有熟识因两查某囡仔？代志讲起来真复杂啦，非得你叫恁囝，即摆就住手，若无即件代志，到最后囝也袂相耍。家聪，你有听到无？ 因大哥咱这毋是咧参你讲生笑呢，你车底嘛无欠这条钱啊！你为着要讨一口气，但你的前途拢赔惨的，安尼够有价值？啊！哦，还佫真正有只大鸟鼠两只白鸟，宋明宏。 你是安怎对到这来？哎呦，啊你两个还佫识识啊？当然嘛识识。黄家聪啊，若毋是你把阮子彤的相片偷偷留咧，今日代志咱会不安尼啊？你把阮子彤害到安尼，你还佫有这个面敢子彤放票？哼，我看你这个衰形啊，你嘛无迄个胆啦，你一定是叫这死毒物来甲你斗相共的对吧？ 你是小查某，神经拢无放起屎有，你若是想要爱恁查某囝平安无代志，一支嘴上我夺起来。莫伫遐假啊你！你看袂得我偌济，哪有可能希望我的查某囝平安无代志？哦好啊好啊，莫搁演啊啦，爸，你讲哦，这个人带来搞斗相共的，结果哦，伊刚才是同一栋的啊，哦，你去用骗去啊啦！好啦，你误会啊啦。 恁大姑娘将进前为着你哦，当初是林家甲林梓潼的相片摕走了，就是这个查某啊，为何讲要甲我告啊？即马煞走过来，啊是安怎？哦，我知影，恁要甲人救走，想说报警来搞掠死人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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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你早叫兄弟老嘴，讲搞错什么地带啊？啊！你还承担这个莫名其妙的罪名？你若有才调，我来讲啊！你特地去找出讲什么人在兄弟坑你帮路啦？那才是禽兽！大哦，那个禽兽哦，都伫咧遮啦，都是杜光亮、杜坤啊啦！你搁找伊，
就甲你的后生斗三工，根本是请鬼拆药单啦，笑话人的嘴。卡定姐，我承认这件代志是我的性哦，我一定想办法弥补。啊，不过即摆上重要的是莫让家聪因为这件代志受到牵连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嘛唔对，家聪更重要。这查某人根本从来都无关系啦。那是之前伊摕租包要去我店里等，啊，结果一入门看到你大骨仔只，两个敢若要夹刀烧台迄类型，他有可能会合作咧。是，即摆恁讲的话哦，每一日我拢袂敢相信啊！宋凌峰这查某，伊是大心要搞我送你去坐监尔。你放心，这查某只要有办法对付伊，交我就好，你相信我，好。你确定吗？黄教授，你一定忘了我昨天给 A B 学生说啥？你准备对我怎么说啥？啊，你讲啊！我嘛不跟你讲，你都别讲啊！老王，你两个，我的血啊，血啊，林子！上啊！我是林子深，你来小金已经准备好水啊，每日都会搞伊。你好，家己靠个人创高啊！袂用紧，咱讲好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你听我的啊，老王，你拢莫下手去救人。安怎？王家聪安怎讲？王家聪唔去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把咱家己放伫指定的所在。你根本就反起反倒咧装笑的嘛！我感觉伊即摆真厉害，讲技术不稳定啊！我是烦恼唔知伊面发生什么代志啊！不管安怎啦，咱还是听伊的话去做啦，莫学掠讲啊！啊！不过咱袂当家己扛就离开啊！我相信丹青甲石头一直伫遮，只不过唔知影伫倒一仓库内底尔。啊！这仓库这细，是要安怎找啊？那台车，我看他伫个停车场的时阵，影着啦。根本这尔啊，拄好就是。你意思是讲，可能那台车把单亲甲陈松拽走的？我来先为面开始拽。啊，好好好，好。我干死你！你别过来哦！你别安尼啦，你安尼惊到梓潼啊！你搞掂去，老婆，我就一个倒来。乱直接出人命啊！拄只头你讲电话，敢是林家的人？一定是的啦，梓潼，你唔免惊哦，恁爸爸来救你啊！谁讲的？哎，我提着钱甲准上啊！你谁来搞我过来哦？我就是要让林梓潼无命！谁啊？靠后边，你别伤害梓潼，好，你别伤害梓潼。你拢莫搞过来哦！别过去，别过去！我传个电话给家聪。你别伤害梓潼了。家聪，你听阿叔讲，阿爸求你啦。家聪，你听我讲，你带因两个过，伤过麻烦啦。你甲留啦，一个替你顾好。我哪会知影？你甲是伊是毋是拢配合起来，我要甲伊搞骗的？袂啦，家聪，你莫阁糊涂啊！阿爸求你啦。我好放人的意见，是甲我提东西，这个过啊！你拢来搞我个？下来！你别伤害梓潼，梓潼，你别伤害梓潼！龙少爷，哎呦，进后门啊！后门。行下想啦，耽误着我的时间了，我袂帮你刷呀，赶紧啊！黄教授，你要紧放人。
要哪有可能啊？你哪会知影伫遮？我根本都无甲你讲啊！要找到你，也毋是什么困难的代志啊！我可肯定，甲阮放开。我只看你的六号仓库，咱放开去提钱，伊就让你开啊！阿伯，你免烦恼，我无代志。你是好阿伯啊！害我放人哦、啊！先等我摕到资金讲啊！你要搞啥物？你搞啥物逼来？搞啥鬼？你看恁钱，卖好别来，别当好离开啊！真无干脆才抓到伊，若是让伊离开，现在应该等钱甲自动转去倒位啊！家聪，听爸爸的话，紧停手啦！我就想讲，黄家聪哪有可能这么好大胆？原来就是你在跟伊斗相共啊！杜光亮，阮小妹硬要你毁掉一届，你起码跟黄家聪联手，是要毁掉伊几届才有够啊！这查某竟然跟杜光亮做伙害子彤！你之前已经往甜的，我叫是你还够有淡薄仔良心，要救子彤。想袂到你甲杜允啊串通好势啊，连家己亲生查某囝你也要陷害，天底下哪有你这款的老母啦？你误会啊，我是来救子彤的呢。我唔管你哪样想啦，我只是来跟朋友斗相共尔。你看已经无路啊，去丢手啦，家聪，代志拢已经到这个坎站啊，罗司令啊！地老人家，谁敢阻挡我？我就是你林子桃，先给我挡一卡啦！王教授，赶紧帮忙啊！他是那个高赛德波，你敢不敢回头？你是哪里办好要死啊？要见别人哦，不如是我让你家己啊！你个，你别个，这是中央马车仓库，有人着重伤，请你马上派人过来。大家是什么人？竟敢伤害伊，找死啊！就你这款人，无怪无正常查甫人会介意你。若照安尼落去，会接近你的只有渣男，因为渣男会认为你假 easy。子彤，子彤，子晨，子晨，子晨，你竟然亲手来砍子晨！你的后悔，你的后